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兄弟们，这次是再不玩就被削弱了。哪吒目前已经在对抗路胜率排行啊直接登顶了，而17号体验服更新中对哪吒的被动 AD 加成啊进行了削弱，10号刚加强上线，17号就准备好挨刀了，哎，真的心疼哪吒呀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至少在削弱上线前啊，能玩一天是一天。要玩哪吒，就要先解决当前版本哪吒大招反推的一个大问题。那过去啊，我们反推是在飞行过程中啊，反拉方向键，使哪吒大招命中敌人后，可以用左边方向键拉方向来击退敌人。但是啊，在当前版本中，有时候啊，飞行过程一直拉着方向键，最后敌人也还是会被往前击飞，你无法控制击退方向啊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很简单，在飞行过程中不要动方向键，完全放开，然后啊，在快要靠近敌人的时候，再往想击退的方向拉方向键，这样基本啊100%能成功形成反推。Nice。 哪吒是一个典型的后期英雄，在对抗路的英雄里面，基本是没有哪吒能轻松对线的，但一级的哪吒却很强，所以啊，不想线上一直吃瘪，一级抢二的一步啊，一定要把握住。那我的哪吒召唤师技能是带的惩戒，铭文带10宿命、10隐匿、10鹰眼。出门会买一把铁剑，准备做荆棘护手。第一波兵线一般能烧到3个，但只能 A 到2个。这个时候啊，我就会用惩戒把第3个兵快速收掉，抢二，然后上去啊，趁对方一级连着打对面一套。注意二技能对拼时候啊，不要连用，减伤无法叠加。理想情况是等3秒和减伤时间持平，但一般只要大于2秒即可。对拼第一波无法形成击杀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打残，线上就会舒服很多了。那有了护手啊，就直接做 CD 鞋。哪吒的大刀落地自带30%韧性，所以啊，并不是很依赖韧性鞋，反而 CD 鞋加速大招 CD 更有力。但是如果对面两级开始各种抓对抗路，那建议啊还是韧性鞋。不过啊，咱们哪吒守塔其实是有小技巧的。我们知道防御塔是越打越痛的，很多人啊越塔的时候会选择扛第一下，然后第二下就开始往外走，第三下一般都不会吃。但哪吒可以在塔下啊，等对面吃到一下塔伤后，故意用二技能束缚敌人，束缚时间足够防御塔再打一下的，经常可以利用这一点换掉敌人或者是塔下反杀。由于我们是做肉刀的，所以啊，大招要懂得蹭。哪吒只要开大就有助攻，看队友打架了，不管飞不飞都要开大蹭一下，有机会就飞，没机会蹭个肉刀成数完全不亏。之后的出装啊，分为两种流派，一个是苍穹流，也是个人比较喜欢的，荆棘护手合成冰痕之握做苍穹永夜，小肉刀换大黄刀，最后做个爆裂之甲，鞋子卖了换个复活假名刀。这套出装靠苍穹可以在人群里面一下烫一群，伤害很高，主要靠真实伤害。另一套则是混伤流，荆棘护手合成爆裂之甲，然后做火甲，血手合成大肉刀做永夜，鞋子最后卖了换复活甲名刀。这套就是典型的混合伤害了，火甲肉刀魔法伤害，被动真实伤害，血手平 A 物理伤害，且由于所有的装备都加血量，所以啊，血手平 A 和火甲烫的伤害也非常高。这套优点就在于啊，常态就比较肉，不像苍穹流比较依赖苍穹，更适合广大玩家上分使用。不管怎么说啊，体验服哪吒已经有削弱方案了，所以啊，各位想体验哪吒强势的话，就趁这两天吧。这个版本的哪吒是玩一天少一天呀。一个 ID 名外给你买板蓝根的新友留言啊，参加 X 计划的第6天，在每天7小时的高强度挨揍下啊，没碰到一个同伙，缘分呐、啊，上天安排的最大嘛。经过7749小时的磨练，总会遇到的，都已经第6天了，下一天就是了呀。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适度游戏，注意身体健康哦。大友公会96536，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